糖呱呱老师有办法。Countryside， 农村乡下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countryside 等于熟词 country 加拼音 si 加拼音 de。Countryside, countryside， 拆分为 country 国家 ，si 四 de 德。拆分为 country 国家 ，si 四 de 德。想象成这个国家的四个德国人搬去了农村。想象成。这个国家的四个德国人搬去了农村。In the countryside， 在乡下，在农村。采用造句法。短语 ，In the countryside， 想象成 His home is in the countryside， 他的家在农村。想象成 His home is in the countryside， 他的家在农村。Yesterday， 昨天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yesterday 等于熟词 yes 加拼音 te 加拼音 r 加熟词 day。Yesterday, Y-E-S-T-E-R-D-A-Y, 拆分为 yes, 是 ,te, 天鹅 ,r, 人 ,day, 日子。拆分为 yes, 是 ,te, 天鹅 ,r, 人 ,day, 日子。想象成昨天是天鹅与人和平共处的日子。想象成昨天是天鹅与人和平共处的日子。Flower 花，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flower 等于编码 f 加编码 lo 加拼音 w 加拼音 er。Flower, F-L-O-W-E-R, 拆分为 F, 鱼 ,L-O, 数字十 ,W, 乌鸦 ,E-R, 儿子。拆分为 F, 鱼 ,L-O, 数字十 ,W, 乌鸦 ,E-R, 儿子。想象成鱼送十朵花给乌鸦的儿子。想象成鱼送十朵花给乌鸦的儿子。Worry， 担心，担忧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worry 等于拼音 wo 加象形 rr 加象形 y。Worry。W-O-R-R-Y 拆分为 W-O 我 R-R 两棵草 Y 弹弓。拆分为 W-O 我 R-R 两棵草 Y 弹弓。想象成他担心我把两棵草扔向弹弓。想象成他担心我把两棵草扔向弹弓。